相传，很久很久以前，青藏高原妖魔横生，为了自救，人类与妖魔展开殊死搏斗，最终妖国被灭，人们将妖魔鬼怪以及他们的奇珍异宝都封印在了一座九层塔之下。虽然塔内珍宝无数，绫罗成山，却无人敢靠近半步。每至深夜，塔楼周围常有妖魔现身，呜咽哀嚎。这座塔便是广为流传的九层妖塔。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都兰县的热水乡，据说九层妖塔就在附近。那么九层妖塔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是否相传的这么恐怖？今天我们一探究竟。我们看，这里山环水抱的，环境绝佳呀。我记得有一个影视作品里面说过一句话，叫做“寻龙分金看禅山，一重禅是一重关”。可能大家会认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很多人是听不懂的。寻龙分金看禅山，山是很明白了，而这个禅字其实说的就是水。在古代的时候呢，这个王侯将相为自己选择墓穴的时候呢，就必须是依山傍水的。在都兰县境内的察罕乌苏河两岸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古代墓葬有200多座，而秦阳明要寻找的九层妖塔就在这其中。哎，快来！我们啊，现在在这个山脉的这个断崖处，发现了一个洞穴，这个洞穴明显有铲过的印子，那我好。真是个盗洞。大墓经常被盗墓贼惦记，所以有盗洞的位置附近一般都会有规格较高的墓葬。那秦阳明此时发现的洞穴是否是盗洞呢？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洞壁，内壁是比较光滑的，这个很像是有切面出现。现在我们的带着内窥镜呢，因为线长度有限，5米的已经到头了。但是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这个洞穴还是蛮深的啊，还是没有到头，并没有看到一些野兽的毛发。从这个洞穴的大小程度啊，它完全是可以让一个身材矮小的土夫子钻进去的。所谓的土夫子，就是盗墓贼的第一线工作者啊，他就是负责这个打洞。盗洞轻易便被发现，可见秦阳明已经身处古墓群之中。那传说中的九层妖塔是否就在附近呢？天色已晚，秦阳明在山林中兜兜转转，也没有发现九层妖塔。他决定尽快找到当地的老乡问一下九层妖塔的具体位置。喂，前面有个村子，咱们去看看。那这个村庄里肯定有人的，走。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想打听一下九层妖塔在哪里。就是它的下面嘛。哦，您知道九层妖塔是吧？大叔，您能带我去吗？这地方已经黑了，这不安全。哎呀，那您说我来了都有点不是时候了。这不要走了，
最起码是这住合，我们家是住合。啊，去您家住啊？嗯。这，对，太不好意思了吧？这个，人们家太热情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我今天晚上我也没地儿去了，我就跟着大叔去家里做做客吧。我今天啊，可是出门遇贵人，人家老乡这么淳朴，咱也不能空着手。咱北京人啊，也是讲礼节的。没祭瓶了，省着点儿。哎，大叔，我来了。请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红心二锅头，纯粮食酿造的，好喝。您尝尝。来尝一尝，再见。啊，这是直接吃，直接咬是吧？嗯，这是干一个。哎，根本咬不动我这。好吃。嘎亮大叔啊，刚才我要去那个妖塔呀，九层妖塔，您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晚上一起不有呢，有些不是有那个鬼。但是我这次来呢，其实就是想看一看。咱们这个九层妖塔会不会真的有妖怪？马不方便的就都还不得，他们往下去就没商量。酒至微醺，嘎旦老乡告诉了秦阳明一个离奇的事件。当年军阀马不方探听到九层妖塔埋藏着奇珍异宝，于是调来大队人马盗墓掘金。可在挖掘过程中，官兵们突然神志错乱，互相残杀，险些全员葬送于此。马步芳以为他们为墓中妖魔附身，于是带领剩余部下匆忙撤离。在嘎旦大叔告知了九层妖塔的具体位置后，秦阳明天没亮就踏上了寻妖之路。应该就是这里了吧。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宝地啊。这个不就是山林烽火山字诀里面的凤凰双展翅的图形吗？这个凤凰的头呢，正好是正对我们前边南边的这条河，凤凰双展翅又变灵龟引水局，非常难得。这座古墓来头不小。山的什么人？赶快下来！张镐光，都兰县博物馆馆长，参与过九层妖塔的发掘工作，是当地有名的考古专家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调查一下咱们的九层妖塔。张镐光了解到，秦阳明先后深入昆仑山死亡谷和雅丹魔鬼城的探险经历，便对这位痴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。他也想通过秦阳明的视角，让更多人了解九层妖塔的故事。这个是双覆斗形的封土堆，留了一个标高。眼前的这座封土堆就是传说中的九层妖塔的原型，当地人称它为九层妖窟。它为什么会被当地人冠以了如此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呢？旁边这些小洞比较多，因为有这些窟窿，风一刮就各种鬼哭狼嚎的声音就出来了。还真有点声音啊，这个声音有点像唱歌的声音啊，还有点像说不出来的某种动物的叫声。九层妖窟一直是当地人的禁地，其实和这里传出的诡异的声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现在看来，这些诡异的声音就是气流穿过这些窟洞形成的。而传闻中马步芳的部队被妖魔附身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一般呢，我们所见到这种超级大墓的话，我怀疑底下都会有机关的。
第一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弓弩箭弩；第二种的话呢，就是关顶悬石；第三种的话呢，就是蓄水；第四的话呢，就是流沙防盗；第五的话呢，是伏火；第六的话呢，是水银；第七呢，还有尸毒；第八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三门刀车啊，就像两个门上面有很多的刀子，往后呢合起来。第九的话呢，就是我所怀疑的触目惊心咒。墓主呢，在他的墓里面放置了很多的有毒有害的气体，使人产生这个神魂颠倒、意乱情迷，甚至是性情大变的一种状况。所以我怀疑这个马步芳的部下呢，当时有可能就是中了这个所谓的药物的迷幻。这件事情我们下去以后才能够一探究竟。此次秦阳明决定深入墓穴腹地进行调查。张老师，嗯，那既然我们叫九层妖塔，对对吧？这是第几层啊？这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第三层，因为上面一层还有个仓库，仓库里面放的是各种肉类，在上面就是一层棚木。说起来，这就是第三层。其实真正的九层，我个人来说，九就是代表一个虚数，确实也是，因为呢，这个中国人来讲的话，九为阳性的至极之数，就像很多的皇家都会以九呢为这个至高无上之意，比如说我们讲九五至尊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九层妖塔，就我们就是代表高大的意思。目前这座九层妖塔只发掘出三层，对于是否真的有九层，我们目前不得而知。由于中国考古的原则是不主动发掘，留给我们的只有想象了。1930年的时候，马步芳放了一把火，就大概把骸骨啊、棺椁啊这些该烧的都烧掉了。所以说现在也没办法判断这个墓主人啊，这些，你看这就是当年烧火留下的痕迹，包括这个柏木上都有放过火的痕迹。秦阳明在墓穴中并没有发现能够释放致幻气体的机关，又结合马步芳放火烧墓的种种行径，他推断出了盗墓官兵被妖魔附身的真正原因。像马步芳这种部下的话呢，一般都是很多的贼盗贼寇所组成的所谓的部队，也没什么素质，看到了很多的金银财宝，见财起意，所以也可能会产生自相残杀。在探查过程中，秦阳明还有了一个新发现。您刚才说的这个墓穴呢为主墓室，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傀儡室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它的这个主墓室有点过于太小了。您的考虑和我的考虑包括专家上都有争论。一方面是底下还有墓室，另一派说是这就结束了。傀儡室，古代贵族秘葬方式之一，即制造假的墓穴，将遗体真正的下葬地隐藏起来，从而达到不被他人发现的目的。这也是经典的反盗墓手段。根据墓室的蛛丝马迹，秦阳明推论此墓室是傀儡室。那真正的主墓室将会在哪里？这座古墓安葬的又是何人？历史留下的疑问，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。与九层妖塔相距400米远的另一座古墓，2018穴位一号墓，给了人们管中窥豹的机会。这就是2018穴位一号墓。这座大墓在2018年被发现，并被媒体广泛报道为新九层妖塔。它的发掘入选为2020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，是一次抢救性发掘。但是明显感觉到这个下来以后呢，温度是吧，都是下降了，对，湿气潮气比较大。走，张老师，那
当地有传言，这些墓葬并不是给去世的人准备的。据传在古代，这里曾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，数十万大军葬身于此。为了压制这些冤魂，胜利的一方在这里修建了地宫，专门镇压这些无法归乡的亡灵。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官床，官床的位置就是头朝西，脚朝东。是，所以刚才我们就通过它的朝向来，分析它的这个地位位置，可能是没有那个对我们刚才去的妖塔的位置要尊贵。在这个正面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陪葬品。像这个北二室就是衣帽间，我们因为在衣帽间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绫罗绸缎黄金饰品。虽然在墓室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珠宝，但是这些陪葬品并不产自当地，它们是穿越时空而来，还是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空？就连被抓的盗墓者也一度产生了疑惑，这些黄金珠宝的出现又给墓主人的身份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。下葬的时候，就是普通的达官贵人的，他的棺椁是三层，稍微的尊贵一点的大官呢，比如说像王爷的话呢，就是为六层棺椁，最高的是九层，那呢就是九九归一之相，也就是说皇上的棺椁是为九层。对，就是你们在发现这座古墓的时候，它是只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棺材呢，还是有棺椁呢外面？因为这个前期这个墓葬，一个是被盗，二一个是水淹了，棺椁直接就腐朽了，没有了。那也就是很难判断了。直到一枚印章的发现，历史的谜团才开始慢慢破解。我们就在这儿发现那枚印章。印章上面就是有一封骆驼，骆驼旁边不是古藏文，翻译过来就是外孙阿蔡王之印。通过这个印，我们就说通过这个树木年轮的鉴定，断定这个墓葬的时间就是公元760年左右。通过这个我们翻阅大量的史料，确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就是吐谷浑的莫赫可汗。据专家判断，整个墓葬群建成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6至8世纪。这个时间段，这片区域正处于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之中。直到7世纪中期，吐谷浑王国被吐蕃王朝吞并，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国自此消失。再加上古丝绸之路南路改道，这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地区逐渐被历史所遗忘。但随着盗墓者的纷至沓来，从中盗出来自各地的陪葬品，让这座墓葬显得越发神秘，各种传说也接踵而至。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，九层妖塔的各种传说也被逐一揭穿。哎呀，张老师，今天跟您真的是受益匪浅呀，学到很多东西。客气客气，我们相互学习。对了，张老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要准备白酒给自己壮壮胆。对呀，这都让您看出来了。其实九层妖塔一点也不妖。您说的没错呀，群魔乱舞必有真相，九层妖塔妖的不是塔，而是人的心。九层妖塔的妖来自于一个辉煌族群的突然消失。此后的1000多年，所有的文献里都找不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。人们渴望了解他，但对他又一无所知，所以赋予了他种种传说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片古墓群在历经千年沧桑后，终以文化承载者的新身份呈现在世人面前。